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559面，559面，倒数第七行。从当中看起，啊，倒数第七行，又会书曰：所以菩萨虽洞达三空，智无所住，而能大悲熏心，发愿净土，虽净佛土。而常极尽，是则即一法句，真实智慧无为法身。而29种即29种啊，而一法句之意也。我们看到此地啊，这一段文是慧疏解释的啊。菩萨非常难得，他对于诸法实相啊，究竟明了三空、人空、法空、空空啊。空也空，在这个境界里头最难得的，他还能以大慈大悲来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啊，这文里说啊，大悲熏心的啊，发愿净土啊，这个代表人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发48愿，发愿之后真干。真依照这个愿来修啊，经历无尽的世界，48愿愿愿圆满啊，所以自然成就了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是自信的般若智慧，这是因，阿弥陀佛发愿修行，这是缘。因有缘，果德就现起。啊，果德呢，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啊，这个地方。讲到真实智慧无为法身，这是念老在这个注解里头引用最多的啊，重复10几遍，这是往生论上的话。29种我们前面学过，极乐世界依报有17种庄严啊，正报佛有8种庄严，菩萨有4种庄严，总共29种庄严。这29种庄严都是一法句，这个一法句这个意思通通包括了。诉说精妙啊，
所是会所，会所说得好啊，说得太精彩了，说得太微妙了。啊，这是什么意思呢？用现代的话说，说一切法无不从此一法界流出，就这个意思。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就这个意思。一切法都是从这一法界流出。啊，这一法界是自信的。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皆如啊！啊，最后怎么样呢？亦莫不还归此一法界，证得究竟果位，叫妙觉如来。妙觉如来不住十八土，回归到此一法界，就又回归到自信。啊，这是一个大的循环。你看，从一法界流出，最后还归这一法界。这一法界在净土里面就说它做常寂光净土。啊，变法界、虚空界是从常寂光净土流出来的，最后还回归到常寂光。事出世间一切法都是这么一个现象啊，就是一个循环归到原点，这个现象，这个现象科学现在也常说啊，回归到原点啊。另外有一句话是回归到零，你看一切数字从零开始啊，一二三四，到最后又回归到零啊，这是事出世间的真相啊。啊，证得妙觉位了就回归了，等觉还没有，妙觉回归了啊，回归了就是近代科学家所说的不见了啊，宇宙啊，忽然不见了啊！这些研究物理的科学家啊，研究宏观宇宙，有大宇宙，发现大宇宙90%不见了。现在能看到的是10%啊，他能看到的同居图、方便图、十八图，他能看到。为什么有像？长激光图看不到了，他没有像啊，三种现象都没有。啊，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也没有，所以他看不到，是不见了。啊，到哪里去了？我们知道，回归此一法界。啊，所以我们相信，科学跟哲学将来总有一天回归到一真法界啊，回归到大乘啊，大乘真的能帮助我们解决一切问题，决定没有错误啊。
一切法从他而生，最后还回归自性。那么一法界呢，正是一法局啊，这个往生论里头啊，也叫净土论，里面讲的一法局就是一法界。这个一法界不是一真法界，啊，这个一法界是自性，这个一法界是诸法实相，啊，是这个意思。弥陀小喻十方正思之此时，阿弥陀佛小喻是告诉从十方来到极乐世界这些菩萨们慈悲的开示，世尊转述一笔啊，弥陀所说的话释迦牟尼佛已经转述完毕了。以下为释迦对此啊，对此土会众，对我们啊，对我们现在面前的会众的开始。经文，闻法要受持，这个前面位移呢还有两句啊，就上有祝福告菩萨了，令见安养佛啊，那么会基本把这两句删掉了啊，因为闻法要受持的人就是指十方真实啊，所以这两句已经包括在闻法要受行，包括在这里头啊。可是有这两句的话好像就更清楚了，更明显，啊，闻法就是十方真实，他们在极乐世界听到阿弥陀佛开示教诲啊，听到之后怎么样呢？欢喜啊，这个要是欢喜啊，完全接受啊，依教奉行呢，你看三个字，要受行啊。那么我们想想，我们今天学佛，有人初学，有人学了几年了，有人学了几十年了，几十年没进步啊，还是反复啊。什么原因呢？法是闻啊，天天在念啊，天天在听啊，后头这三个字没有啊。要是发喜，没有得到发喜。为什么？听了还在研究佛为什么这么说啊，他说这句话什么意思
我们老是在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说的不好听，还带着批评，这怎么行呢？这还不如不闻。为什么这样的心态对付我是大不敬啊？啊，真正恭敬心的人，他变数听多了，要受刑全出现。为什么他恭敬？他没有批评，不懂说是我自己业障深重，不怪别人。为什么别人也听得懂，我听不懂？啊，他有什么忏悔的心？啊，恭敬心、真诚心，他用这个心，这个心是正确的。啊，用久了，用几年，用几十年，业障消掉了，智慧开了，法喜就现前了。啊，我们是在讲一点谦虚都没有啊，这怎么行？啊，一点恭敬心都没有，而且学佛，表面上说学得不错，学得很好，实际上什么？造地狱业，什么是地狱业？不孝父母，不敬师长。我们的根本老师是释迦牟尼佛，啊，每天拜本师释迦牟尼佛。我们对释迦牟尼佛不尊重啊，对佛都不尊重，对眼前的老师怎么会尊重？啊，对你自己的师父都不尊重，我们要明白这些道理。这个风气，释迦牟尼佛圆寂之后没多久就形成了。啊，形成什么？宗派。这个形成是可以的。啊，佛一生讲的经教太丰富了，太多了，绝对不是一个人能学得了的，像一所大学一样，里面许多学系，你全部把它学完，学不了啊，你时间不够用啊。啊，现在大学一个学系4年毕业，10个学系就40年，100个学系就400年，你哪有那么长的寿命啊？啊，所以分科分系这是正确的。啊，但是任何一个门一个法门都能成无上道，叫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了。那为什么分这么多法门呢？每个人根性不相同，爱好不相同，兴趣不相同，还有善根不相同，程度不相同，一定选择合乎自己条件的法门，学起来就方便了。没有学的法门呢，一定要尊重。为什么？都是佛说的，
如果说我这个第一，别的都不行，那瞧不起别人，这叫大不敬、大不孝。啊，你轻视别人，就轻视释迦牟尼佛了。那个法门是佛说的，你也瞧不起修学那个法门的那些菩萨们呢、啊？你这个罪过就很重了。啊，所以轻慢别人，轻慢其他的法人法这个法门，都是造地狱业，自己在造，自己不知道。啊，如果是同一个法门，里面在个人标榜个人的门派，互相不往来，自赞毁他，哦，那马上就到阿鼻地狱。他不是在修佛行，他在修地狱行。他不是求生极乐世界，他是求生阿鼻地狱。我们在旁边看得很清楚啊！啊，我的师父好，哪个师父都不如我的师父。这个观念是什么？这个观念就是求生阿鼻地狱的观念。你们想想是不是？啊，你们师父还有师兄弟，啊，他的师兄弟是一个老师传下来的，你们叫他祖师，啊，这些师兄弟们的时候各立自己门派，个人有个人的徒弟，互相独立了，彼此不能相容，通通造地狱，哎，所以他修什么法门呢？修地狱门呢、啊？他将来到哪里去？到无间地狱去啊！不能不知道啊！真正有修行的人不是这样的，所以看到标榜自己门派、排斥他人的，你对他就是敬而远之。那普贤菩萨教给我们，他本来是佛了，所以我对他要恭敬、敬他。为什么要远之呢？他走地狱门，我走极乐世界门，我们不一样，我们距离很远啊，所以敬而远之，各走各的啊，我绝不受你的干扰，我对你恭敬，不干涉你。那怎么个修法呢？善财童子在五十三参里面明白地告诉我们，五十三位善知识不同的门派啊，那五十三位善知识他们对别人的态度呢，没有不赞叹赞叹，都是自己谦虚赞叹别人，自己谦虚是德行的，赞叹别人是心德啊，自信本具的心德啊，要懂得赞美别人啊，你是不是真正的佛弟子，就从这个地方看了啊，自赞毁他，这不是佛门弟子，这是魔，魔子魔孙呐、啊，他来破坏佛法的，不是佛弟子啊。佛弟子一定是自己谦虚赞叹别人啊，就像你在五十三参所看到的啊，每一位善知识都谦虚啊，我的智慧德行有限，
我只能修这个法门。啊，别的这些大善知识，他们德行高，啊，智慧广大，他们能够修一切法门，都证三坛。啊，是真的赞叹，啊，不是表面的，从内心里头真赞叹。不谈对佛的法门赞叹，对世界上所有宗教都赞叹。啊，你要问为什么对所有宗教都赞叹？我们今天念到此地，一切法无不从此法界流出。那些宗教是不是在一切法？它是在一切法之内，还是在一切法之外？一切法之内呀，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呐，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所以大乘教里佛常说，一切法无不是佛法。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就是一切法啊！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那是心外生法吗？不是啊！啊，全都在一法具啊！一法具是真法。法法皆真啊，你怎么可以轻慢？怎么可以把它看低了？哪有这种道理？啊，佛法修到最究竟处，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你还那么坚固执着。只有我是好，别的都不如我，错了。你已经在行邪道了。啊，已经是轮回心在造轮回业了。轮回业里头造地狱。你说你多可怜。啊，明眼人看起来是你可怜呐、啊。啊，佛经上讲的可怜悯者，哪个是可怜悯者？这一类人是可怜悯者。啊，天天造地狱业，自己不知道。啊，将来堕地狱还含冤枉。啊，越含冤枉，罪越重。啊，没有人冤枉你啊，你自己冤枉自己，你怪谁啊？我们在还愿观上看到，从一体起而用。无论是医报的用，正报的用，其用一定是三种周边。第一个周边法界，第二个畜生无尽，那就是一切法。第三个含容空有，这是我们真正觉悟人的心量。啊，含是包含，包含虚空；容是容纳，容纳万有，就是佛门常讲的两句话：心包太虚，量周杀界。这个人是行菩萨道，这个人是极乐世界的人。极乐世界的人心量都是这么了，啊，包太虚啊。
诸杀戒，没有一样不能包容的。啊，鸡毛蒜皮的事情斤斤计较，我们古人讲没出息。啊，今天在佛门里面普遍可以看到，这些人不是在信佛教的，是在灭佛教的。啊，把学佛的人统统往阿鼻地狱送，不是灭佛教。你造的业可重了，啊！你一排斥，树立门派，排斥别人，还叫你所有信徒都排斥，这个罪比什么罪都重啊！比忤逆十恶还重。啊，所以菩萨戒，于切菩萨戒里头，第一条重戒就是自忏悔他，把它列在第一条。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要受行惭愧。法是闻了这三个字没有啊？啊，为什么？闻法，法的意思没有听懂。真听懂、听明白了，后面三个字肯定就有了。啊，欢喜、接受、奉行，他真做到了。你们查查哪一部经典，佛教给你们自尊自大啊，自赞回他有没有这样教你？你去查查看。啊，戒经里面把这种思想行为列入在重戒，啊，普遍的来说，是《梵王经》上两条重戒，啊，这是必须要遵守的，不做过贼，不帮过主，那个不帮过主就不会帮人了。那这是什么情况之下呢？这过主做的不善啊，做的不好啊，做的不好都不可以回报。啊，为什么呢？过有过的因果，你毁谤是你的你造的恶业。啊，他造作不善，我又何必跟着他下地狱呢？你毁谤他就跟着他下地狱啊！啊，所以见到不善，真正不善，有礼敬没有赞叹，那普贤菩萨教给我。啊，礼敬是应该的，不赞叹。绝对没有叫你回报啊，没有叫你批评啊。啊，行，就是真干。
啊，听到法真听懂了，生欢喜心，完全接受，落实在自己生活，落实在自己处事待人接物，这就对了。啊，我们看后面这一行，闻法要受行之人，值十方正思，十方诸佛劝喻其过正思，参礼阿弥陀佛。你看，诸佛如来是什么心量？劝导他，命令他，这个谕就是有命令的意思啊，命令他的学生，菩萨是他的学生，一定要到极乐世界去参礼啊，去参学，去礼拜阿弥陀佛，向阿弥陀佛请教啊，听阿弥陀佛的教诲，这是十方世界诸佛如来啊，对他的弟子们说啊，绝对没有说啊，那个佛不行了，不如我了啊，或者跟我差不多了，别去大人了。就在家里学就好了，不要去想去到他那边去，佛都没有这个说法啊。任何一尊佛菩萨都会劝学生去参访啊，可是参访有条件的啊，这个是我们中国古大的讲参学，学生在没有成就，就智慧没有现前，不准参学，只准跟一个老师啊。我初学的时候在台中拜李老师，想跟他学教，他开出三个条件问我能不能接受，能接受可以，欢迎我。那个时候我住在慈光图书馆，图书馆是老师建立的，啊，可以在图书馆休息休息。第一个条件，从今天起，你过去所学的，其实我过去学的时间不长，这两个老师，一个方东伟先生，一个张家老师啊，你这两个老师教你的东西我不承认，完全作废啊，从今天起你跟我从头学起，这第二个条件啊。第二个条件，你从今天起你所看的文字，不管是佛经还是世间东西，没有得我同意不准看啊。第三个条件，从今天开始，除听我讲经之外，任何法师大德讲经不准听。你给我开这三个条件，哎呀，我这一听到之后，心里想，老师怎么这么自大了？啊，只可以听他一个人，不能听别人的。啊，我愣住了，想了五分钟，接受了。啊，老师名声在外面，大家都赞叹他是善知识，那我们不能错过啊。
啊，所以我接受。大概总的十几年之后，我到新加坡讲经，碰到眼培法师，这也算是老朋友了。啊，我初学佛的时候，他在善导寺当住持，他大我十岁。啊，是个讲经的法师，以后我也走了讲经这条道路了，所以就志同道合。到新加坡，他请我吃饭。饭后我们在小客厅里聊天，我就把我这个事情告诉他，他听了哈哈大笑。他小时候做沙弥，地贤法师也是开的这三个条件，哎呀，我才晓得这个东西不是李老师的专利呀，原来是什么呢？祖祖相传，拜师的三个条件。为什么限制你呢？因为你智慧没有开，听多了之后就你听乱掉了，你就不能成就了。这个东西老师没有告诉你，确实就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你跟老师只能跟一个老师负责把你教出来，啊，就是说你在老师会下得根本智，得清净心，啊，清净心生智慧，智慧生起来了，老师开放了，通通去参学，哪里都可以去。为什么？有能力辨别正邪，辨别真妄，辨别是非，你能有能力辨别，啊，你没有这种能力，你一参学就完了，你就毁掉了。这是老师对学生的爱护啊，有期限的。在李老师讲完之后啊，我也答应了，接受了老师的有期限，多久呢？五年啊，我们才懂得古人所讲的五年学戒，就是这三条戒，这不是别的戒啊，这是老师对学生的约法三章啊，现在没有了。现在没有说老师对学生不负责任了啊，在这个条件之下，老师对学生要负绝对责任啊，就是他从迷要把迷把他带到觉悟啊，帮他破迷开悟。帮他破迷生信，啊，他智慧开了，有能力辨别是非邪正，这门打开，你去参学，哎，不在乎了。参学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害处。啊，所以我在台中遵守了五年了。五年圆满那一天，我见老师，我说老师，我这个五年很得受用，我遵守你老人家教诫，我说我再延长五年，他哈哈大笑。我遵守老师这三条十年了，啊，今天这种社会。无时无处不是严重的污染、诱惑，你有能力抵抗吗？啊，你没有能力，一定被他同化去了，你就堕落了。所以，今天佛法的修学太难，太难。啊，我们用古时候这三个条件，李老师对我还能接受，一般人不接受啊。你提出条件的时候，
啊，掉头而去，啊，比你高明的人很多，我何必来受你的约束？啊，选在这一条，上一代对我还能行得通，我用这一套就没有人了，就不可能了，我们也不敢用这些。祖祖相传，啊，传法基本的条件就这三条。啊，你看演培法师就没有遵守啊。啊，他离开关中寺，背叛了老师，他老师地贤法师，不得了的人呐、啊。啊，他是偷跑掉的。啊，跑到哪里去了？跑到南普陀。太虚法师在那办佛学院，他到那里去了、啊、跟太虚法师去了、啊、太虚法师是新派新思潮 啊， 啊，那地贤法师是非常守旧，那是老古板的、啊、所以延培法师一生可惜了，他要是遵守地老和尚的交接，那他是天台宗的传人了，这人很聪明啊，一生教学著作等身啊，他的全集有100多册知识不是智慧啊，知识是从厚德啊，这个智慧啊，从厚德，从沉浸感恩里面生出来的啊，没有沉浸没有谦德，没有孝敬，你所学到的知识啊，跟智慧是两桩事啊！啊，还有这个傲慢，现在人不懂，古时候读书人都懂。你再高再好，只要有一点傲慢，你就完蛋了。孔老夫子说的啊，孔老夫子举个例子，假如这个人。他的德行才华像周公一样，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则不足观矣。你这个人态度骄慢，很小气，其他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这句话在《论语》里头啊，所以无论你怎么高的德行，怎么高的名位，只要有一点点骄慢就完了，别去理他，他都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你也不必说破他，说破他跟他结冤仇，不值得。啊，他不会饶恕你的。啊，所以对他怎么敬而远之啊。这些都是修学上的基本态度啊，怎么样我们才闻法要受行，这五个字太重要了。闻法真正有要受行，成功了，真的法眼，你的法没白学啊。这个地方是讲十方菩萨到极乐世界听阿弥陀佛说法，听了法喜充满，完全接受异教奉行。啊，下面念老这个话讲得很清楚了，解释得很明白了。十方诸佛劝谕其国正事，啊，参礼阿弥陀佛，示诸正事，你看。尊佛开示，往以极乐世界，
啊，遵从自己的本师佛啊，在我们这个世界本师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劝我们？有没有命令我们啊去参礼阿弥陀佛？有啊，这本书就是的呀。啊，跟我们讲无量寿经，讲观无量寿经，讲阿弥陀经，这三经是专门劝喻我们去参礼阿弥陀佛。啊，在一般讲经附带劝喻我们的大概有200多种。所以古人说，千经万论，处处指归呀。啊，指导我们皈依西方极乐世界。啊，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界这样对待我们，一切诸佛在他的世界都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啊，教导那个世界的众生，啊，菩萨、声闻、天人、大众，都是劝他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清净阿弥陀佛。我们听懂了，真正相信，真正发心，真正求生，报释迦牟尼佛的恩了。这叫尊师重道啊！啊，如其不然呢，那对老师不尊重啊！啊，那就是不孝父母，不敬老师。啊，你想到极乐世界，佛不会来接引你。为什么？西方世界找不到一个是不孝父母、不敬师长的人，一个找不到。啊，都是孝亲尊师。孝敬，我们要做到，我们要提倡。我们在很多地方啊，因为现在讲经都在摄影棚，我们摄影棚都挂父母老师的照片，讲经之前行礼，讲经之后敬礼，念念不忘本。念念要想到啊，极乐世界人都是大孝啊，也是孝敬成就的极乐世界一真庄严。你细细去读48愿，每一愿他的根就是孝敬。离开孝敬，事出事发都不能建立啊，都不能成就。啊，到极乐世界了，得见无量寿佛，闻受妙法，闻后若能信要受行，一心至求净察了，则彼蒙受记，得成无上正等正觉。啊，你听了之后，确确实实能信啊，对信要受行这四个字通通具足了。啊，你都有了。你一心
求生极乐世界。啊，到极乐世界必定得阿弥陀佛给你受记。啊，无量寿经最后第四十八品就是佛给我们受记啊。啊，现在我们皈依真相用的法名都叫妙音。妙音这个名号从哪呢？就是四十八愿第四十八品来的。啊，给我们受记，娑婆世界所有的众生往生极乐世界，将来在十方世界成佛教化众生，名号都叫妙音如来。这个妙音是什么呢？南无阿弥陀佛，这妙音。啊，我们是念佛成佛的，将来教化众生也是用这个念佛成佛的方法。啊，所以我们现在用妙音居士，将来是妙音如来，因果相应的。啊，这个名字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起的。啊，慧疏曰：闻法要受行者，闻弥陀所说之法，受持奉行也。说得非常清楚，非常明白。啊，听了佛的教诲，要把它做到。啊，意思不能不搞清楚。啊，不懂，不懂不要去勉强，勉强是不会懂的。啊，不懂，所以存疑。我有这个疑问，不要求解释。啊，你好好认真去做，去学习。啊，做个几年之后，哎，一下就明白了，自然就明白了。啊，古大德所谓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越多不明的地方全明白了。啊，这个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有经验，我读了60年了。啊，许多问题在20年前不明白，30-40年就明白很多了，50-60年呢，啊，很多差不多没有什么障碍了。啊，读经可不能放弃，天天要干，比吃饭重要，比睡觉重要。啊，为什么读多了心地清净，没有染污。啊，天天跟佛在一起，天天跟极乐世界在一起，久而久之统统都明白了。我们再看下面第14首偈颂。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于无量寿受记成等觉。这一首，这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的赞叹。这些菩萨们到极乐世界往生求法，这些菩萨他们自利利他的功德了，无有穷尽啊。啊，这一首是赞叹菩萨得佛受记啊。经营所言，自于当来得妙净土。这叫得净土啊。
得知清净处。菩萨自己将来成佛了，他所居住的国土会跟极乐世界一样啊，因为他跟阿弥陀佛学习的，永远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啊，不但现前佛加持，成佛得佛加持，成佛之后教化众生还得阿弥陀佛的加持。由这些地方我们能体会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无界修行的那个功德太大太大了。啊，这样的发心，这样的誓愿，这样的坚定，都值得我们效法的。啊，我们今天碰到地球上灾难，这是鸡毛蒜皮小事啊，微不足道啊。那能动摇我们？不能啊。不要为这些鸡毛蒜皮吓坏了。那你不是弥陀弟子啊，坚定其心啊，灾难在面前也不会动摇啊。佛在经教里头说得很清楚，我们跟这个地球上众生有共业有别业，遇到这些灾变是共业啊，灾变这个我们的感受那是别业，共业同，别业不同啊。啊，大灾难，一般人都讲这灾难很严重啊，但是地球不会毁灭。啊，人有生死，我们要了生死出三界嘛。我们知道生死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人这个身体死，还不就跟换一件衣服一样吗？幸好，那个衣服越换越漂亮。啊，心不好，啊，越换越糟糕。啊，所以我们要有个好心。啊，我们的最好的心就是念佛心。心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我心。灾难来了，我们就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好事情啊。这世间还有哪一桩好事比这更好呢？找不到了。如果灾难过了，你还在这个世界，那你就要知道，这是阿弥陀佛给你的使命，你有责任，你有使命，重建这个世界，啊，收拾残局啊。灾难过后收拾残局啊，重建这个世界，你有使命，你来行菩萨行啊，你来带众生苦啊，啊，那么你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的品位就更高了啊，你做了大好事。啊，所以你就明白这个灾难对修行人来讲是好事，不是坏事。
无论从哪一方面着想，无不是自利利他了。啊，阿弥陀佛，佛光在找你啊，你起心动念，言行举止，佛都清楚，佛都明了。啊，佛菩萨加持你，每天读经别忘记。啊，还有光碟你都可以听见。灾难之后，可能这个世间电没有了，光碟没用了，书管用，光碟没用。啊，这书本很重要。啊，养成读书的习惯。啊，专读《无量寿经》，其他的都不读了。啊，所以这些菩萨将来成佛，一定得妙净土。啊，跟极乐世界一样，这叫得净处啊。又会说曰：“清净处就是净土。”上所谓“必成如是刹”的意思，如是就像极乐世界一样。啊，弥陀的学生将来在十方世界建立的净土，肯定跟阿弥陀佛一样。两书同旨，啊，这两部注解所讲的都是一样的，啊，是均以建立佛国为得清净处。佛国实在就是众生修学的道场，啊，这是个大道场。但从心地法门而论，清净处呢？亦可别进一解，就是进一步来解释它。啊，那是什么呢？这指本妙净心也。这是进一步去解释。本妙净心就是慧能大师明心见性所说的第一句话：“何其自性，本自清净。”清净心生智慧，清净心现净土。所以，心净则土净啊！啊，这是净土根本的原理。那么翻过来，你不就明白了吗？心慧则土慧。我们今天地球啊，严重的染污啊，什么原因呢？我们的心是被严重染污，所以我们居住的大地也是严重染污。啊，多少年前我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啊，全世界都在喊环保，我说一句什么话呢？环保收不到效果，为什么？心不清净。所以真正环保啊，要从清净心下手。啊，我们心清净的环境就会清净，心不清净的用什么方法搞环保都没用处，收不到效果。啊，你环保叫了多少年了？全世界这政府都努力在做，啊，而地球的这个染污越来越严重。啊，没有看到的时候，这个地球真正净化的效果没看到啊？什么原因？心。心重要啊！现在大家都把这个事情疏忽掉了，这就是我们这个思想理念方向错误了。
偏重在物质上，把心理疏忽了，不知道心理比物质重要。啊，心理能解决问题，物理能发现问题，不能解决问题。心理能解决问题，也能发现问题。我们要想社会安定，要想化解地球上灾难，你不从心理上着手，一点办法都没有。啊，所以科学的哲学解决不了先前问题。啊，现在的物理学家才发现心理力量很大，啊，真正不可思议，啊，就是念力，啊，好像也出了有这些书，专门研究念力，念力里面他们提倡集体意识的念力，非常强大，啊，东京的这个江本博士。琵琶湖的水试验，350多个人集体的意念，你看只用一个小时，啊，琵琶湖海湾的这个水改善了就半年之久，啊，真管用啊。这下面接着说，但从心地法门而论啊，这个时候我刚才念过了，清净处别经一节，指本净妙心，用这种心，他能闻法心受，啊，用本净妙心来闻法心受，一念相应。直彻心源，朗然大觉，本然清净，顿其法身，也是得至清净处。这个高了，太高了！啊，谁做得到呢？能做到。十方世界到极乐世界去参访的这些正士、这些菩萨，他们做得到。因为他们已经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再去见阿弥陀佛，闻法心受，这一念相应，他就证得究竟圆满的妙觉果位。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菩萨要到极乐世界？这么多的诸佛如来劝菩萨到极乐世界去干什么？到极乐世界去证得究竟圆满的果位，很快。啊，如果不到极乐世界，不见阿弥陀佛，那么化身菩萨破无明之后，断无明的习气需要3个阿僧祇劫，要这么长。到极乐世界，把这个时间大幅度的缩短了，啊，让他提前成就了。诸佛如来恨不得一切众生赶快成佛，啊，赶快成佛，唯一的途径就是亲近阿弥陀佛。啊，你就知道亲近阿弥陀佛是多么重要啊！
这个法门真正的是究竟圆满，至高无上的法门，没有法子赞叹它啊，是真的不是假的。但是找麻烦障碍他的还大有人在啊。那是谁呢？也有一个领导的头，魔王不逊呐，他在领导啊，想尽方法在障碍啊。啊，可是我们有坚定的信心，就能突破他的障碍。啊，魔王波旬来找过我，指责我没有得到他的同意，没有找他商量就侵入他的道场。我说没有，我没干这个事情啊，那怎么没有啊？我就想起来了啊，请他原谅，请他慈悲，我供他牌位，我这里有他的牌位，供他牌位啊。哪里是他的道场？卫星是他的道场，网络是他的道场，广播是他的道场，报纸是他的道场，杂志是他的道场，所有一切宣扬不善的，讲杀盗淫妄的，通通是他道场。那我们今天也有卫星，也搞网络啊，这就侵犯他的道场了，所以他来问罪呀、啊。啊，那我就告诉他，你本来也是佛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释迦牟尼佛没说。魔王波旬在外没说这个话了，没说这个话，那你也是佛了，你本来也是佛，慈悲一点，众生太可怜太苦了啊，你得让一条生路给他走啊啊，你不能斩尽杀绝啊。喜欢作恶的人你接引他，魔王接引的人都到山头去了啊！可是还有一批好人，你总得让他成佛，你别去刁难，别找麻烦啊！我给他这个商量啊，啊，我这是少数人，不是多数人啊，这是用本净妙心，那不得了。你看，闻法信受，一念相应，直彻心源。直彻心源就是明心见性，这朗然大觉。啊，本然清净，就是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他就证得了。啊，顿其法身。啊，跟释迦牟尼佛夜读明心大彻大悟啊，都是同一个境界啊。那么这是知清净处，得知清净处啊，得知清净处最深的意思，乃至以清净心向无量寿啊，菩萨的清净心是明心见性的真心，向无量寿，一念净心
一念净心是在于刹那之间得其余清净处者也。本来三大阿僧祇劫才能把无始无明这桩事情消除掉啊，没有别的办法啊。但是西方极乐世界十报庄严土阿弥陀佛说法，能帮助法身菩萨，这四十一位法身菩萨顿时无明习气，顿证妙觉果位。这是世尊在一切经里头没有讲过的。啊，只有在净土偷了这些消息，啊，我们学佛能不学这个法门吗？法门虽然多，我们顶礼赞叹。啊，人家问我为什么不学，我没这个本事学。讲真话，烦恼习气断不掉啊，这就是没本事啊。这个法门可以待业往生的啊，生凡圣同居土，我们有把握啊。人一生很短，有把握的事情要干，没把握的事情千万别干，没有时间了。选择法门，自己要知道自己的根性，人要有自知之明，才会有前途。啊，不知道自己的根性，高攀禅教迷，浪费一生的时间，净土下下品往生都没有份，依旧搞六道轮回，错了，这个事情不能干了。说再起下，这前面讲菩萨了，释放菩萨了，在其下了，就是我们的身份了。那说到我们现在这世间这一般人了，那要怎么样呢？至诚念佛啊，真诚到基础，这诚敬啊，我们要用诚敬心，毫无沉虑啊。沉虑是这世间拉拉杂杂的全放下，不要去沾染了啊！我们得到一个清净心啊，人间的清净心，也就是你的心里头没有烦恼，没有牵挂，没有忧虑啊，没有再值得你操心的事情了，你通放下了。这就叫净念相继，
真放下了。放下可别想了，我的东西给谁给谁呀？那就错了，谁要都亏，谁要就拿去。你多开心多自在呀、啊！不要是这个我送给张三，那个送给李四，你还是没放下。啊，放下了一切众生，没有一个我好。啊，这才叫真正的开悟了。啊，为什么呢？你对众生生了平等心，平等觉了。啊，决定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这个念头想起，今天想起，中午间断了，暗合道妙啊，即念历历。是可称为明智清净处。明是什么？自己还不知道。你向着清净心这条路走了，啊，你自己不知道。正是因为不知道，你才清净。你知道就不清净了。啊，为什么？知道就有分别，就有执着了。啊，不知道的时候没有分别，没执着。好啊，暗合道妙啊！啊，如上诸人，一个说最高的；上上智，一个说最下的；下下愚。真的，这两种人好多。这两种人都是老实人，都是听话的人，都是真干的人。啊，这两种人好多。这一必得无量寿佛的蒙受记。啊，肯定他会得佛受记。啊，他的往生品位。不可思议啊！总在语言不同，玉帝原殊胜，说不定他上品上身啊，将来戒必成佛啊，或显驾，这是讲佛陀的价值。显是明显，你自己觉察到佛价值，或者是明驾。名家佛加持你，你自己没有感觉，确实加持你了。这因人之智慧、愿行善根、福德而已。每个人智慧、愿行善根、福德不一样吗？啊，哪些人是贤家？哪些人是明印都不相同啊，但是肯定佛加持的啊，与他受记啊，受记成等觉，再看下面两手半。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誓愿，愿即过无依。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无边殊胜刹啊，念老在这里为我们解释。无边殊胜者，极乐国土，超胜微妙，无有边际，无有量数，不可称数。
故云：“无边殊胜常。”每一个世界都有边际，一切诸佛刹土也有边际。极乐世界没有边际，极乐世界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我们肉眼看不见，如果我们有菩萨的法眼，有如来的佛眼，我们就见到了。我们在《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看到，确实有往生的人在临命终时告诉他的家人：“阿弥陀佛来接引我，到极乐世界去了。”家人问他：“极乐世界在哪里？”在堂屋。他睡在卧房里，堂屋，极乐堂屋就是极乐世界，那就是隔壁。这个境界不是一个两个人看见的，很多啊。那说明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那用我们现在科学的话来说是什么呢？不同维次的空间。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地方不同维次，我们这是三维空间。科学家说那极乐世界是多维空间。在一起不知道啊。经论里面也常说人鬼杂居。有人住的地方就有鬼。人鬼杂居，但是人跟鬼不同空间维持，虽然同住在一起，甚至有可能房子都重叠。人看不到鬼，鬼看不到人。那么这就证明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是真的啊。真的只有常寂光啊！连十报图都不是真的。这个道理要细心去体会。真正体会得了，你肯定的不怀疑了。受用很大。最大的受用是帮助你放下了。你对于眼前一切人事物再不去执着了。放下就得大自在啊。放下烦恼就轻了，智慧就长了。放下的是虚妄啊，其入的是真实啊。不可思议的境界会现前的。
啊，那么我们要亏点数。十方诸佛世界都是虚妄的，阿弥陀佛陀佛的国土是真实的，啊，可以这么说。为什么？阿弥陀佛的国土是无边际的，诸佛刹土是有边际的。我们在经上读过，有佛的世界一个大千世界，有佛的世界是两个大千世界，五个大千世界，十个大千世界，有，都有边际的。唯独阿弥陀佛的国度没有边际，没有边际的。为什么？这是自然形成的，都是佛在因地发愿，心量大小不同。到成佛的时候，自然感应的就是这个样子，啊，不是人为的，不是想象的，啊，是在因地上的愿心。那么我们今天在因地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我们的愿心要大了，要深啊，要坚定啊，啊，我们成佛才能跟弥陀一样没有边际啊。今天我们还有门户之见就完了，你将来成佛国度多大？大概只有这一个房间，一个道场这么大。为什么？那另外一个道场你就跟他对立了吗？那所以你成佛国度就那么，就你小道场那么大，真可怜呐！啊，换一句话说，心量不大，成不了佛，至少也有量，这个心量也能够包三千大千世界。你才有指望啊！心里头不能包容大千世界，你就出不了六道轮回，怎么修都没有，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也出不了六道。对，心量太小了嘛。无边殊胜，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极乐国土超胜微妙啊！啊，超胜都是对诸佛如来说的啊，诸佛如来的刹土跟极乐世界相比，显得他超越，他殊胜。无有边际，无有数量，不可称数，这三句话重要啊！它超胜在哪里呢？微妙在哪里呢？就是后面的三句，没有边际，没有量数啊！不可称数就是不可思议，故曰无边殊胜刹了，彼之刹土超于十方啊，于也是超过的意思啊，超过十方一切诸佛刹土。你看，真有阿弥陀佛殊胜本愿之力啊，四十八愿真的不可思议啊！我们修净土的人要把四十八愿念熟啊！啊，愿愿都跟阿弥陀佛相同。啊，
跟阿弥陀佛确实同心同愿同德同行，你才决定得生。啊，为什么我们说的话这么坚定？啊，一丝毫疑虑都没有，就凭这四个条件：同心、同愿、同德、同行。我们有嫉妒心，我们有傲慢心，跟他完全就不同了。阿弥陀佛没有傲慢心啊，阿弥陀佛没有嫉妒心啊，阿弥陀佛没有门户之见啊，阿弥陀佛不会喜欢这个讨厌那个，不会呀。啊，你心里连这些东西拉拉杂杂还没有放下，你怎么能到极乐世界去啊？那你到极乐世界去，把就带了病毒到极乐世界，到时候就搞传染病去了，那得了吗？啊，这是决定不允许的。啊，所以这些念头都叫病毒。啊，凡是有这些病毒的人，检验不及格，一律不准进关。啊，极乐世界去不成。啊，故云：其佛本愿力，十方众生呢，因弥陀第十七诸佛赞叹曰：“得闻名号啊，又因彼佛闻名发心。”闻名得福，闻名得人，这都是四十八愿里面的啊的加辟。啊，极乐世界的成就，我们往生的条件啊，这条都提出了。啊，十方众生，这是发愿求生极乐世界这些众生，凭什么？凭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第十七愿，诸佛称赞。没有诸佛称赞，我们就没有缘，而且没有介绍人啊。诸佛如来是我们的介绍人呢、啊。我们今天知道极乐世界从哪来的？本是释迦牟尼佛介绍的，要没有他说明，我们怎么会知道有个阿弥陀佛？怎么会知道有极乐世界？啊，十方诸佛如来度化一切苦难众生，第一个就是宣扬极乐世界，让大家认识阿弥陀佛。这个话，善导大师说。啊，善导大师有两句名言呢、啊。诸佛所以心出世，诸佛就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他示现在十法界里头成佛。这第一句，唯说弥陀本愿海。啊，最重要的就是把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介绍给他。啊，一切诸佛出世者，这是第一桩大事，其他的是其次再其次，这是摆在第一。那么弥陀的无量寿经称为净宗第一经，实际上就是诸佛如来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经。黄念老这个本子写成之后送来给我看，
要我给他写一篇序文，我就把这一句话写在序文里头。啊，他看到特别欢喜。啊，这个不是假的。啊，然后才知道我们自己是多幸运。无量劫来，在这一生有这么好的缘分呢，遇到了。啊，缘遇是遇到了，缘足了，这善道讲的。四徒三辈九品，总在语言不同。我们今天遇到的语言，至少也是上品下生的，我们至少是上三辈呀。啊，上品上生，上品中生，上品下生，这是上辈，不应该在中下。啊，这个缘太殊胜了。下联了，为我们汇集这个本子，不是凡人。啊，黄念老知道，他没有告诉我，他说时候没到。啊，这以后他往生了，这个秘密也许有人知道。啊，可是黄念老做这个注解，那也不是凡人。凡人做不出来。啊，这都是来度末法九千年苦难众生的。啊，经上讲得很清楚，将来佛法灭尽了，只有这部经还多留一百年。啊，这部经没有了，南无阿弥陀佛这六个字再留一百年。啊，听到这个名号不怀疑，肯念肯发心，统统都能往生。净土法门广大无边际，不可思议。是应诸佛菩萨的赞叹，这愿就是介绍，我们才知道得闻名号。又因彼佛闻名发心，这阿弥陀佛有闻名发心的缘，闻名得福的缘，闻名得忍的缘，啊，这么多愿的加持，这加持上我们才会有幸运之名。我们才能发得起这个心呢。啊，这些加持多半是名加。啊，我们自己不知不觉，对这个法门生欢喜心，生尊重心，啊，不怀疑，真想到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你会有这种念头产生，弥陀冥冥当中加持，这都在四十八愿里头能找到根据的，这不是假的。啊，得生净土啊，得生极乐，真不推断啊。故云：闻名于往生呢，自知不推断。这第一首偈。正如第十八愿所云：
闻我名号，至心信仰，愿生我国，生念必生也。这是第十八愿的愿文。啊，这是说什么时候？说临终。啊，人在临终时，才闻到佛号。一生没有接触过佛法，啊，临终时候才听到。有，我们就遇到一个例子，啊，大概是20多年前，到25年前，好像是在85年。我82年第一次到美国，啊，83年华府佛教会成立，应该就是2、3年的，马里兰州周广大居士往生，啊，这是个中国人。在当地开一个面包店，人非常忠厚，没有宗教信仰。啊，临终时候得的癌症，医生给他诊断，他不没有办法再康复了。啊，医院让他家人接回去，告诉他的寿命大概只能维持一个月，啊，好好去看待他，想吃什么就给他。这个时候家人慌张了，才去找奇迹，刚好我们的佛教会成立不久啊，他就找来了，啊，看佛菩萨灵不灵，能不能救他。啊，找到我们求帮忙，我们有3个同学，啊，去到他家拜访，啊，看到他的情形，确实没有希望，不能康复，就劝他不要求病好，求生极乐世界，啊，把极乐世界详细讲给他听，哎，他就能接受。告诉他家人别替我找医生了，通通念佛帮助他去往生，念了3天3夜，啊，3天3夜念佛没有中断，他真往生了，啊，走的时候瑞相稀有啊，这一家人都幸福了，啊，这是什么？第十八愿呢，啊，临命终时遇到善知识，劝导他，他自己善根出现，他能信，他能理解，能信，他就发愿，真求生净土。啊，华府佛教会的同修，念佛的同修，跟他自己的家亲眷属一起帮助他。啊，安详走了。啊，他这个例子当时在美国各处净宗学会都传遍了，一点都不假。啊，所以至心信要，愿生我国，生念必生。啊，佛有这个愿，求往生的人真正符合这4句话，
啊，文明、真心、相信、啊、欢喜、求生净土，啊，他就成就了。啊，生念在前面详细讲过，有平常的生念，这个是讲临终生念。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